哦，超爽的啊！我知道卡特有变强啊，可他们加强是卡特开大的时间，所以应该说卡特的魔力变少，应该就这样吧。大有没有变痛？我忘记了。有问题，卡特的很大的问题是他血量，还要再试一次变形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大，我没听懂，再说一遍。您的意思我听不懂，这什么意思？卡特问题很多，就卡特非常不稳定啊。看大大，我还是不懂，我没听懂啊。我觉得现在最强阵好像还是刺客欸，我刚龙女都已经穿防爆了，还是被切翻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我猜有可能有些东西反而没有被防到，这样还蛮不合理的啊。而且理论上现在防爆应该要超克刺客才对，应该要克到不行欸。我觉得我这里直接拿两个刺客上来应该还比较强，因为这些家伙都不一定开得到大，这三个变形都不一定变得到大。哦，话说他们还有变那个，他们有改卡密尔跟一些人开大的互动。我们先抓法师好了。变身呢？哦，所以要用元素打刺客。我想起来，用元素打刺客。怎么要上三元素啊？变身 ，OK， 这样就赢了。九次有 buff， 可九次加爆率其实未必好，因为你如果和防爆装的话，暴击几率越高，等于说刺客命中率越低，所以加暴击几率其实是双面刃。看我们输了 ，Q。等几倍。放个憨儿上去，加油憨儿！应该可以给他死帽吧？应该可以给他死帽。哦！对啊，为什么死掉？哦，因为被龙女燃烧死了。我
我应该上恶魔 buff 吧。恶魔没有小用，对不对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没有小用。只是我有点希望他们这些野怪魔力有一点意义啦。好吧，我们还也可以上刺客。哦，敲稀有哦，我们可以龙女两星啊。敲稀有，我靠，这三小敲稀有。哦，拿这个还是要拿这个，应该先拿它吧。它跟这个跟还有这个应该比较搭一点。有几个人会玩燃烧？哇，他拿到了！好，所以还是有刺客的。我们要上元素出来，你是应该先卡刺客啊？啊，你这几个兵啊？三个兵。行啊，我前排倒超快，这应该打不赢。十二。Ready hammer? 等下，阿干错过那个。我可以上刺客了，所以先把这个卖掉。虚空应该不会上吧？感觉不会上虚空啊，可能就上刺客。啊，我可以拿这个刺客。就等下把这个卖掉，这个卖掉，上这两个之类的。先上他好了。哦，死帽给他吧。很赞！我要上元素，我现在要从把这三个刺客转成三个元素，火人那个，然后冰鸟，龙憨。冰鸟，他是可以不用拿，有办法多存一块钱吗？我们不可能，好，哦，我们升级吧。
还差一个元素，到了，还是有恶魔 combo。看一下第一名是谁，第一名是这个，第二名是这个，第三名是我。你看他的想法其实也是很接近的。我靠！所以我可以把龙买了，要卖这个吗？感头好痛哦你上去，我应该尼克这个吧。我要布朗姆还是要这个？江湖救急，哇靠，斯文可以抓斯文，斯文不见了，那我要抓谁？哦，恶魔，我可以抓恶魔，干嘞，再抓一个反甲其实也可以啊，再抓一个反甲好了，这有可能三星吗？感觉很难耶，这个血量我应该甩三，布朗姆好像理论上可以帮忙挡这个，还是雷欧娜会比较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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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可以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我们可以升级了吗？刚刚好吗？冲啊，宝贝！哦，钱花完路。哎呀，这边好像不应该站火人，火人站最里面，然后他站在这里，那火人要站哪？头好痛。升天吧！哎，还是死了。我们的阵这样站得很不好哎。冰心其实也有变强，这个应该不用。哦，我们打零刺客，好舒服哦，人数大好，玩家等不到哦，这只有大装哦。好啦，那就冰心吧。雷欧娜没有。
看这打，这打得赢吗？啊，我应该会输，我应该会输。他血太多。哇，还是跳起来了。反战，他下去了，我们前四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降星其实也不错，应该是这个。我们先甩吧。有冰鸟，火人哦。冰鸟打刺客比较弱，可打游侠比较强。我靠，我们是要输了。我干，他换百位了，我们那儿 GG 了。给晕了一个饭，好像还行哎。我看这换得很精锐，因为我们的冰鸟直接开在这里，好爽的。哦，超爽的啊！哦哦哦！哦，干他死了！哦，他有燃烧。下去，下去。这死猫要给谁？给火人吗？还是给冰鸟？看冰鸟有没有良心吧。给火人哦，好。哦，来了。是还是被拉出来啊？还是被拉出来？感觉冰鸟三秒就倒了，跳起来啦，潘森，我们第二名啦，超爽的、啊。没有，这样吗？我、哦、可以摆这。哦哦，对，暗记。可是这样这两个还是会跳这边啊。我、哦、看潘森直接被戳死了，雷欧娜也爆开了，感觉就有点不 OK。加油！加油！干，完蛋了，顶不住，反正冰心范围太短了。我觉得那个第三组还是比较抗刺客，可是冰鸟比较抗这个，我们应该要。最后应该要摆另外一边，然后把蜘蛛放在另外一边，给两个他三星的跳，所以后面其实是摆位问题。但是阵容好憨哦，这阵容憨到不行哎、欸。